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五乌龟，六水枪。好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百合花乐团的妈妈。现在要教小乌龟，先两个手指头的单炮，这个是它的头，然后总共要转五个。五个，我们要转五个哦。好，五个小香肠，然后四个绕在一起，之后从前面又拿后面这个位置，然后转一个。你太快了，转一个耳结，小小的耳结。卡住哦，卡住。好，一二三四的中间卡住，好，乌龟完成。没了，我先了。然后乌龟就是画这样，你的纹路可以随便画。然后眼睛，然后小乌龟就完成喽。然后剩下的气，小朋友握着。剩下的气可以剪掉。嗯，你可以小朋友握着。好，再来。不是，我是说那个下面那个没有。再来哦。我们做再是六水枪，这样子塞进去，好，打气的地方塞进去，然后这只手要拉住那个打气的地方。然后粉丝光要用苹果节就用了老半天。对，因为我的学生都说苹果节很难，如果没办法就做两个耳结，然后大拇指到小拇指的长度转三圈，然后一个一的耳结，一耳结就是。小单炮自转，自转，你要自转呢、啊？自转，你要自转啊！再来，人要自转。四个手指头，好，好，这很不配合摄影师的。这样子，然后一样一、哎、一的单炮自转，很好很好。然后二的二节，不单炮，你看错了。自转完之后就头晕了、啊。四个。四个之后呢，好，做一个耳结，然后四个单炮之后一个耳结，忘记了，你看跟妹妹上次教我的不一样。我这边只有三种，然后呢你教我更简单的。给他这个是跨，跨下来，跨下来，跨下来，这个枪杆，枪杆，对，然后这个在耳结的地方，好，跨下来之后在耳结的地方哦，转一转，把它绕住。哦哦哦！哇！这个小朋友很喜欢。水枪。水枪。水枪。完成。完成。接下来。第一种。谢小妹要教大家很大的大水枪。美丽的谢小妹，而且比刚刚那个简单。要修的是什么造型？把它对准，留一点点，好接住。两根哦，两根哦。然后一个留这样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首先先留后面要握着的地方，这样。前面你要多长？这耳结。这边多吗？然后把它先做平伸直，绕一圈。可以扣住就好，后面留一点点。扣住这个耳机，好，然后往前，在你的前把手的地方，两个长度，大概到这里就可以了。这里，这样，再一个耳机，好，上面这里再绕一圈，哇，留下来这样子扣住耳机，这就是前把手，后把手、前把手的位置都自己量就可以了，自己觉得想怎样就怎样。怎样就怎样，这样就是一个超级宇宙厉害水枪，啾啾！大水枪大战小水枪，啾啾啾啾！好，那我们节目就在他们大战之中结束，谢谢各位。